鲜亮的坐标，青春岁月如歌的见证，让模糊的渐渐清晰。重访栏目与您共同追寻记忆中的他们。这是一张拍摄于1956年的老照片，照片中时任国家副总理和体委主任的贺龙正在为一位身材矮小的年轻人颁奖。那一天恐怕是贺龙元帅上任国家体委主任4年以来最为高兴的一天。这其中有着怎样的缘由？照片中这个看似很不起眼的年轻人又是谁呢？石龙是广东省东莞市境内的一座千年古镇，据说在清代的时候，这里的习武之风盛行，曾出过多名武举人。可是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镇上的男孩子们纷纷放下了刀枪剑戟，却喜欢上了扛石凳举石索的力量训练。似乎在冥冥之中，这个古镇也在酝酿着一个新的传奇。1935年12月的一天，镇上一户陈姓人家降生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他的名字叫陈静开。在身边同龄的伙伴中，陈静开一直是身材最矮小的一个，可是从小他却喜欢上了篮球。直到上中学时，一位老师注意到他，老师的一番话让这个孩子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决定。我开始的时候是喜欢打篮球，那我的老师讲，你打篮球有什么用啊？这么矮，你像伊朗那个举重冠军，那一个人呢，已经拿了好几次世界冠军了，他应该是你的榜样，你学他，给了我一张相片。啊，这是当时来讲呢，就是世界上最短手的运动员，他一撒这样的过头，我拿着他以后呢，啊，我自己讲，我真的能够成为举重运动员吗？用一个木棍把两块石饼串起来，就像是一个举重杠铃，石龙人都叫他红石蛋。陈静开开始在学校里练习举红石蛋，练不过瘾，回到家里又自制了一对石锁接着练。不久家人把他送到广州去读书，刚巧学校附近就有一家专业力量训练的谭氏健身院，这下陈静开如鱼得水，一有时间就跑到健身院去训练，甚至中学毕业之后干脆就留在了健身院工作。1955年1月的一天，一个陌生的中年人突然出现在谭氏健身院里，在一旁悄悄地观察陈静开训练。观察了好一会儿，这个陌生人走上前去拉住陈静开就问，你愿意当解放军练举重吗？陈静开惊喜的狠劲一点头说，愿意啊。原来这个人正是解放军中南军区体工队的举重教练李启龙。在他的引领下，陈静开进入体工队，开始了正规的举重训练。从3月4日到3月5日，在北京进行了一次全国举重测验。这次测验的结果是令人兴奋的，从选手们的成绩看来，我们国家的举重运动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1955年，国家体委为组建国家举重队特别举办了一次比赛，来自全国的几十名运动员参加了选拔。刚刚成为举重运动员的陈静开也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机会。我是参加比赛的时候呢，我举重一也没有，是吧？就解放军里面呢，我是最小的一个。那上面呢，
最轻的先比赛，最重的是后比赛。我们要举重衣的时候呢，拿最重的那个举重衣去这里打了一个蝴蝶啊，就是绑住，这样就参加比赛去了。刚刚走出广东的陈建开从来没有参加过全国比赛，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的场面。本来就身材矮小的他，站在全国各地的选手们中间，更加显得毫不起眼。他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呢？陈金凯当时这个在最轻级的时候，他的名次啊大概排在第七名，我是第一名了，中间还隔了五六个人。当时在选拔那次啊，基本上都是冠军或者是亚军去，基本上是冠军亚军的问题啊。陈金凯当时啊既不是冠军也不是亚军。